这老板朋友这黄龙米，这饭较甜，它煮的比较硬，饭不用吃的那个太干了，慢慢吃。啊，这个，啊，但是饭哇，五分之四的，跟外面比的这个。那个感觉嘛，我老是比熟悉的。白肉，肉好吃。它这个没有粘稠感，刺激啊，不会那种那个黏黏的感觉。加一些绿色的，添加色彩，视觉系的。白肉一定要这样入口即化，类似腊肠，它已经熟成了，吃起来感觉是非常 OK 的。五花肉纹路漂亮的。